现在准备打这个绿球，然后打黑八。如果我正打没有塞球的话的效果，球是正常是这样弹的。好，我现在准备摆在同一个位置上，这两个点。对，那个，我现在是还是在刚才这个原来的位置上。我现在准备用右塞球。球是稍微现在是朝没有跟刚才这样，它朝这个走。我现在把这个塞的力度加大一点，但是把这个击球的力量放小一点。它朝这个稍微偏点。